何不充实自己呢？不要让金虫充脑哦。真小啊！你也爱充脑？给谁？小飞。再再给谁了？你要给谁？徐邦德不是吗？来来来！我。丹柔吗？何丹，你讲完啦。丹柔，我
今天不来，我觉得不小心见面。你要对何嘉玲说什么？我觉得应该要北上，应该要赶快找到朋友。那陈英文嘞？英文啊！忘记状态。哎，陈英文，你说我刚刚说什么？对啊，然后刚刚说什么？陈英文，不要生气了。不要生气了，就是去拍票的那种不好，就是男生在扮，就是要跳球舞，我真快。你要示范一下球舞怎么跳吗？好啊。拜月老不来，他就生气，他就不来了。可是他们本来就没有打算来，好像也是拜月老。你要不要跟他讲几句话，叫他不要这么爱生气？爱生气，要不要他在挣扎吗？好暗哦！你根本没想到这光线那么早就着火。啥？没有，那是什么戏？那是对。他好像要练舞。他练舞？嗯。我叫你要练舞。Unbelievable！ 好美型。对啊，何嘉玲，如果你跳舞的话，记得拍下来给我们看。方哲他最想看，我最想看。方哲最想看你跳舞的影子。哎，许方哲。啊。For you， for you， 方哲的口水配上鱼。哈哈。你要不要喂何嘉玲一口？张开嘴巴，那你就一直张开嘴巴，他刚才一定要吃鱼骨了。要跟你讲话，要跟你讲话，他都没有肉了，还要跟你讲话，好血腥哦！他那个，他好饿哦，下巴要掉了。这是姚星星的下巴，啪！姚星星小贼中枪。居然是自己吃掉了。他说 他今天不能来那个烤肉，所以他想要参与我们的烤肉，所以他叫我们录影片给他看。真的、啊？嗯。差点录没啊，差点。然后就把那个，然后就那个铜像，就因为这样而转向。现在开始录来了。哇塞，好恐怖、哦！你们在讲什么？就是那个，他讲了。军中鬼故事，对，那个鬼故事就是那个铜像会射人，对不对？住，我们住在那边有个三楼，那三楼我们通常都不会住，但是那边真的蛮阴的，就是你听说有，就是地板会自动生钱，生钱是吧？地板会自动冒出一个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钱，真的吗？可以捡吗？捡了就会出事啊，所以我们可万一就已经。升到就是已经走不动了，我要把它埋出来，拿不开，埋出来就捐国库了。就是在那边掉钱，然后想找到自己的钱怎么办？如果掉到地上，他不能捡哎。对啊，要是你掉了1000块怎么办？掉到那个白痴才会带1000块去打吗？我1000块啊，老子有钱，我买一千多子弹，1000块也买不了。那宋元胜想跟何嘉玲说什么？何嘉玲，为什么不来？因为他在脏话，没有打火机，不然就是那种。
就是他所以你要把自己的头收起来最摇屁真的没真的没真的假的托马不是吃生肉他吃生肉哦所以我们有点没有靠近好吃哦嘉义林堂哥好像你说他刚才回我回你真的他回我一个淡定的表情他三个还是两个我忘记了两个两个坐下他来握手哦好棒哦我不敢接近他说什么？他只是看过我。难过又不笑。你们难过？想一对。科比达为了你没来，想劈腿。愿现场劈腿吗？哦，我记得你会，好像有看过一次。对啊，顶多就大腿筋断掉而已啊，这也没什么，这已经蛮近，超棒。那小不点可以现场吃饭吗？可以，我可以，他可以。对啊，我记得你好像可以。我以前三次的，过年的改名给他。哎，对，超级容易。不点，你要不要去那个墙那边？一号选手，二号选手，好，等一下啊。错一个字。